全都有。好的，有没有治感冒发烧的药？我们这边没有，但是旁边有一个24小时的药店。好，谢谢。一共100元。好的，欢迎下次光临。 快进来吧，他就在里面。 咱们这边请。我朋友怎么样了？病人现在体温很高，意识不清醒，具体的情况，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能知道。那他没有危险吧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应该是发热引起的晕厥，别担心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有什么具体情况，我们会通知你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 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发热。你看，他现在睡着了，今天晚上留院观察一个晚上，明天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回去了。好，谢谢您。哎呀，像他这样受过严重创伤的人，一定要好好休息啊，不能太劳累啊。严重创伤？什么伤？从 X 光片上看，他身上有7处骨折的伤痕，看样子你这个朋友曾经受过很大的创伤啊。这么多伤？ 是啊，回去之后要好好的照顾他，创伤之后的后遗症会跟他一辈子。让他少吃止疼药，对神经不好。好，谢谢你。嗯，不客气。好，那就这样啊。
干嘛？哎，你干嘛去？哎，你是陆准的朋友吗？是，这是医生给他开的处方，你直接去药房拿就行了。哦，谢谢，不客气。